觉得这块金牌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。我觉得这届奥运会我们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，然后一直走到了现在。我觉得今天的成绩算是最振奋人心的吧。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整个团队的凝聚力都是，我觉得都是最佳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振奋，振奋人心。其实我们今天的目标也就是要拿下这块金牌，去打破美国队对这个项目的垄断，然后我们也做到了。